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诗篇100篇这样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我们的天父，全然向你。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尽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一生一世脚步不离。耶和华神已掌权，在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
耶利米书32:17，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同光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但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乃是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虑都交给他，转回。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
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装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将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怀抱。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装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将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将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怀抱。我愿一生一世追随怀抱。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为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清晨又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通过 Zoom 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你的名配得一切的荣耀，你用你的大能创造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一切。主啊，因为世人的顽梗悖逆，我们现在罪恶和过犯之中，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我们的罪得赦免。因着他三天后用大能从死里复活，
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为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和赞美归给你。主啊，现今的世界在沉痛的灾难之中，这个世界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折磨已经有2年的时间。主啊，我们求你施恩来眷顾怜悯这个世界，怜悯悉尼，怜悯整个澳洲，怜悯全世界的人民。主啊，愿你的医治临到我们。主啊，让这个瘟疫能够退去，让人民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敬拜赞美你，自由的来传讲主耶稣基督你的福音，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弟兄姐妹一切的软弱病痛交在你的里面。主啊，求你医治和安慰来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那些自己或者亲人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得安慰，他们的病痛得你的医治，让这些在工作中、在精神上有各种负担的弟兄姐妹，能够将这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主，在你里面得享安息。主啊，我们也将今天整个主日的崇拜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将黄牧师他的主日信息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他所出的信息乃是从你而来，而且进入到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得到造就，台上台下同得造就，而且让我们不但是听到，更加是行道，把主耶稣基督带到社区，带到人群中，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上帝独生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所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牧师的讲题是上世与永生，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30节，请听我读出。马太福音19章16节，有一个人进前来问耶稣，老师，我该做什么上世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善的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该遵守诫命。他说，哪些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邻如己。那青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还缺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去变卖你所拥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那青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非常惊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于是彼得回应，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因为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有请黄牧师。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在网上我们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赐恩典的大能的上帝。虽然我们没有这个机会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去一起去敬拜，但是感谢主，我们也可以透过online 透过 Zoom， 我们再住在一起。也是我们感谢主，在透过网上，我们除了可以唱歌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也这个机会去学习，去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
讲到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我们有圣经，有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你。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是你给我们圣经，你也给我们圣灵，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去，有机会认识你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但知道一些圣经的知识，还有要回应，要实践，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道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对你们对你可以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无论是讲的听的，都求你让我们的蒙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过去的都是透过马太福音，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上帝，也透过他的话语，透过马太福音我们去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认识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生活在过去一两个礼拜，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耶稣基督，还有他的讲道今天是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三十节，里面其实可以分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有一个人去问耶稣关于善事和永生的另外就是从那个记号第二的段落的时候呢，就是提到和回应到上一个故事提到财主进天国那个难度是很大的我们要看这一两段的经文之间呢，我们再放大一点去看去上下文。其实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很短的一个小故事，里面的马太福音把它放在之前之后有一个比喻呢，也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再放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上面。所以我们看一看上下文里面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究竟十六节到三十节给我们的一个好一点的方向哈。我们先看上文哈，十三节，十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然后离开那地方。我们看到那时候呢普通的以色列人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呢，都是不是太重视小孩子他们的权利的。他们觉得小孩子他们什么事都不懂，只是会把那个我们大成年人想做的事情呢，他会影响的骚扰的哈。所以门徒就阻止一些人把小孩子带来见耶稣，让耶稣为他们祷告，按手祷告哈。但是透过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呢，耶稣是欢迎，也是乐意的，最后去帮小孩子去祷告的哈。但是最重要就给我们一个马太记录下来，就是耶稣透过这件事里面呢，去提醒或者是教导他的门徒说，不要阻止他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天国正是这样的人。好像呢，门徒他们以为小孩子呢的他不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那个耶稣就是透过这件事把小孩子作为一个那个把握这个机会去教导他的门徒，说天国的人就是好像小孩子。我们要
明白耶稣这个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天国的人呢，就是好像小孩子所有的人。有时候我们要看到小孩子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他们一个年龄的那个阶段，他们有很淘气的，很多不成熟的那个行为，或者是有时候呢都很自私的哈，他们不理大人的他们的不同的要求或责任等等的。但是其中呢，小孩子好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很懂得依靠成年人，他们知道自己的缺乏，自己的很多东西都做不到啊，他们是要依靠父母。他就是好像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呢，他们是要寻求父母给他们，所以他们很单纯的，很依靠父母的，或者是依靠成年人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门徒的素质，门徒的生命就是要依靠我们的上帝，因为这个和我们等一会所说的善事和永生很有关系的啊。撒文是什么呢？撒文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提到有不同的时间的工人进到一个葡萄园去工作，但是他们完了的时候呢，不同时间去进去的，有清早的，有下午九点钟的，正午的，下午的3点钟和下午的5点钟，不同的时间进去，最后他们得到的工钱是一样的，都是一个银币最后呢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一早进去的他们就很不开心，都觉得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啊，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但是那个葡萄园主就说你不要眼红啊，我的财富我怎么样给是我的权利你进来的时候我和你说一个银币，你是已经接受的了，所以我没有缺少给你的，我没有做不到我巡逻的啊。所以呢，最后这个比喻里面就提到了上帝有这个权利给他的恩典，给他的不同的财富，或者是他的不同的恩典啊，去给他要弃恩的人啊，是不是凭我们的工作，而是凭上帝的恩典的哈。从这两个上下文我们去看到第一段呢就是青年上财主去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这个青年或者是这个人他的背景感恩的就是除了马太福音以外呢，我们还有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从在这个人是谁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有22节有提到他是一个青年的所以他的年龄呢就是青年的，在22节里面呢也提到呢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让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呢，他的身份呢，他也是一个很多产业的人，他是一个财主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提到18章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善良的老师，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呢？所以他的身份呢也是一个官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是年轻人，他是财主，他是一个官其实是在以色列的社会里面呢，他是精英中的精英了他的阶级是很高的很多人羡慕他的，但是呢他觉得还有还不满足，他觉得还有没有把握的有永生所以他因为没有把握没有平安，所以他才去问耶稣我们再看到他说什么是善良或者是谁是良善的在
十六节这样说，有一个人进前来问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有得永生呢？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良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该遵守诫命。我们看到耶稣听到他问做什么善事才得永生，但是耶稣的回答提到了一个，你为什么要问耶稣关于良善或者是善事，和问耶稣呢？不是问其他人呢？他说只有一个是良善的，但是他为什么要问耶稣呢？他为什么觉得没有永生的把握而去问耶稣呢？其实当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拉比啊，很多的夫子啊，他为什么从他们那里得不到满足的答案呢？而是来问耶稣呢？其实耶稣透过说只有一位是善良的，你还是要问耶稣吗？也是引导这个年轻人，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或者是一个老师，而是他可以给这个年轻人这个的观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引导他去明白怎么样去得到永生。所以我们看到呢，透过耶稣的答案，还有我路加福音18章18节里面记载，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善良的老师，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呢？所以无论是马太的记载或者是路加的记载，在福音书里面呢，谁是良善的啊，什么是良善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或者是一个观念。在基督教里面呢，只有上帝是唯一绝对的良善，所有其他的都有可能是我们有不同人有不同的缺点哈，但是绝对的善良的只有上帝一个。所以在马太福音19章17节这样说，耶稣亲自说的，只有一位是善良的哈。但是这个在路加福音18章18节里面说的善良的老师呢，其实这个年轻人呢，他觉得耶稣是一个善良的老师，不是好像普通的形容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师去请教他，而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老师，他是道德方面呢去吸引这个年轻人去问他，去请教他哈。基督教里面很重要，就是唯有上帝他是唯一的善良的，也唯有上帝所定的标准，所定的道德的标准才是真的绝对的标准因为不同的人可以自己定不同的道德的标准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呢，就很简单的在这方面的看法，就是唯有上帝所定的标准，所定的道德呢，是从他而来的，他是道德的根源，他是善恶的他的所定的标准的哈，还有他是因为他所定的标准，他才有这个权柄，去审判违反了他的标准的人哈，所以上帝有审判，对罪人有审判的那个权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了解 的背景，基督教的背景啊，我们再看呢，好像这个对答里面呢，这个年轻人问耶稣关于永生，但是耶稣在17节，就答他，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该遵守诫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官，他有一个问题要问耶稣，就是寻求有永生有关的一些方法想耶稣指引他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教导他怎么样得到永生。但是透过对答里面呢，好像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该遵守诫命，表面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好像如果这个年轻人这个财主，他如果
若是遵守了诫命，他就可以得到永生了。这个年轻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透过十八节我们需要了解他。他说那哪些诫命啊？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要当爱邻如己。这个年轻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其实耶稣列举了十诫中好几条的诫命，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诫命，但是这个年轻人他觉得自己一切都遵守了，所以守诫命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困难的。耶稣听到他这样的回答，就进一步的去追问他。但是我们去要问一个问题，究竟守律法可以获得永生吗？在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那样说，所以他说，所以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其实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告诉我们呢，律法如果人可以守的律法呢，那是太好了。但是呢，保罗在他的罗马书啊，或者是其他的书信告诉我们呢，律法本身是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他这样说，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所以因为你知道什么是罪，你知道上帝的要求，但是你发觉你达不到上帝的要求，那你就知道你守不到律法了。好像如果我有一百条的法律，我们可以守了99条，但是其中有一条我们犯了，我们也是犯了法。如果有1000条的律法，我们守了999条，其中也只有一条我们守不到，我们也是犯法。所以这个律法呢本身其中一个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当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我们有这个觉悟的时候呢，那是很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一个提醒我们要追求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好像呢在之前马太福音我们已经有学习到的，就是耶稣也是举一个比喻，就是说他来是要让罪人呢认识到自己有罪，去寻求上帝的赦免。所以他就说有病的人才寻求医生，没有病的人呢他不会去找医生的。所以当时候呢法利赛人呢还有那些文士啊祭司等等呢，他们就觉得自己很好的，他们觉得自己不是罪人，所以他们不会寻找上帝的赦免。但是普通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很多地方是得罪了上帝，违反了他们的以色列人的律法，他们去寻求上帝的赦免。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究竟守律法可以获得永生吗？在罗马书十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他对他的同胞，他的以色列人呢有很大的感情啊。经文这样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渴望的和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为他们作证，他们对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明白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他们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这义。其实保罗这里面的在这里说的呢，主要就是提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他们的过去的历史里面呢都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对上帝有热心，但是一个很遗憾的就是他们不认识真理，他们不明白神的意，他们不知道真知识，
而是他们好像普通的很多人这个倾向，就是靠自己啊，在第三节里面说，想要立自己的义，他们就不服神的义了。其实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当人发觉守律法做不到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呢，好像那个在罗马书三章21到23节里面也是有提到的，这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旧约里面也提到呢，世人好像羊一样，个人偏行己路，得罪了上帝。我们想自己走自己的路，想自己确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我们很多人都确定有某一件事是好的就觉得这个就是好的了，不把上帝所定的标准呢，反而是放在一边了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世界都觉得好像同性婚姻啊，或者是很多 LGBTI 等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性观点或者是那个婚姻的那个不同的的定义，不同的观点呢，他们觉得这个现在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如果你不允许他们呢，就是一个对他们的歧视，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资格去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这个反而是反对他们的呢，就是歧视他们的，所以世人呢都很喜欢呢自己确定什么是义但是呢已早了2000年前呢，保罗已经说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着义。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去对律法有一个敬畏的，或者是有一个对律法呢有一个认识呢，我们就很坦诚的发觉自己是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是要寻求上帝的方法。上帝的方法，上帝的义就是基督，所以透过信基督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个问题，守律法可以获得永生吗？在罗马书10章5节这样说，论到出于律法的义，摩西写着，行这事事的人就因此得永生。如果一个人他完全没有犯罪，达到上帝的要求，他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的。但是可惜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达到上帝的要求，因为人已经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堕落的，我们会有犯罪的这个倾向。所以那个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他听到这个他的回答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我们就明白了，其实这个年轻人呢，他对自己的了解不是太深刻，他只是表面的去了解自己，他好像很多的律法他遵守了，但是其实上帝很多的要求其实是很难达到的就是好像十诫里面呢，就不要贪心，这个就是很多人都很难达到的哈。他的回答我还缺少什么呢但是耶稣见到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呢耶稣就问他，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要去变卖你所拥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这个年轻人他说他达到了上帝的标准，他遵守了一切，其实他不是真的哈。但是耶稣呢就问他，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完全人呢，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去帮助穷人。我们会不会觉得是不是做门徒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变卖所有的财产呢可能如果弟兄姐妹去了解
你所认识的基督徒，你所认识的身边的人，他们是不是要变卖所有的财产去帮助穷人，才有这个资格去做基督徒，去做耶稣的门徒，得到永生呢？得的案例应该是知道不是的哈。但为什么耶稣要他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要看到呢，因为他觉得自己遵守了很多，其实耶稣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做一个好的确定的还有呢，要提醒他，其实你说你可以遵守了很多，但是其实你不是的。如果他真的听得明白的话，他就进一步的去问耶稣。所以其实另外我们的一个问题，那耶稣为什么特别要这个年轻的官，这个年轻的财主要变卖所有呢？他耶稣是不是特别的去欺负这个年轻人呢？要他做一个很难的确定呢？或者是我们用中文的说，给小孩把那个小的鞋子给他穿呢，让他做不到呢，让他难堪呢？其实不是的，我们看到耶稣是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去变卖你所拥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其实耶稣不但只邀请这个年轻的财主去把他的财富去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其实在马太福音其他的地方呢，也是鼓励我们呢把我们的那个财富呢去帮助别人，为上帝所献上的，那我们的财宝就是放在天上了。其实这个圣经的教导是一贯的，是没有变道的哈。但是呢，因为耶稣这样对他有特别的提这个要求呢，这其实是因为他说自己他一切都遵守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年轻人这个例子是特别的例子，而不是耶稣把这个要求去给所有的基督徒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呢，这个年轻人其实他是很骄傲的怎么说他为什么说他是很骄傲呢？因为他第一，他说这一切都遵守了，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这自以为义这自以为义是一个骄傲的很大的一个罪他在上帝的面前没有那个谦卑的心特别呢，他后边的一句，他说还缺少什么呢？他为什么又说还缺少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呢，他觉得遵守了上帝的意，他没有永生的把握。他觉得自己遵守了一切的律法，但是他没有永生的把握，所以他才来问耶稣。耶稣再重新提醒他，你遵守了诫命了吗？如果他老实的说，其实我遵守了很多，但是有一些我可能是做的不是太好，这个答案是应该是属于他的，是真实的他。但是他说我一切都遵守了，但是最不好的地方呢，他还加上一句，还缺少什么呢？他觉得上帝的要求就是律法给以色列人，如果你们可以遵守得到，那就太好了但是如果遵守不好，你就是要问耶稣了，问上帝的恩典了，怜悯了。但是他说还缺少什么呢？还有是不是背后的原因就是说，除了上帝的律法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可以得到永生呢？他不是保罗所说律法的总纲在总结在耶稣基督上，他不是这个观念的，他就觉得还有什么其他遵守就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呢？是律法以外还有其他的律法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其实也是他的
对自己的看法看得太高了，他的很大很大的骄傲啊，这里边啊。其实另外的我们要看到的，我用那个黄世纪标出来了，那个 highlight 了哈。耶稣要鼓励他，你可以啊、如果你想做完全的人，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其实耶稣这句话里面的重点不是在前面，而是在后面。耶稣的重点是在来跟从我。但是这个年轻人一听到前面的耶稣的话呢，就忽略了耶稣后面最重要的那话。有时候呢，我们和其他人的沟通呢，对话呢，我们也这很重要的就是把话，这一句话里面的重点是在哪里呢？这个年轻人把那个重点放到呢，他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他很希望的啊，为什么耶稣有这个要求呢？而是忽略了耶稣说来跟从我。如果他真的想来跟从我，好像耶稣邀请十二个门徒也没有说要他们变卖所有的哈，但是呢，这个年轻人就完全忽略了啊，就是觉得自己做不到，很不高兴的去，经文说忧忧愁愁的走了啊，因为他产业很多，他舍不得变卖这个很多的产业去跟从耶稣。其实耶稣不是欺负他，不是令他难堪，而是耶稣给他指出一个很好的路，特别是要他来跟从耶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呢，在这个地方里面，耶稣其实对他是 telemic 特别的去引导他做一个耶稣的门徒的哈。但是可惜的，他没有听到耶稣最重要的那个意思啊。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要思想的呢，就什么呢？就是好像上下文一样，小孩子的谦卑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呢，他觉得自己达到上帝的律法，达到上帝的义，其实他达不到的哈，他很骄傲的，自以为义是很大的一个骄傲。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是也有这个倾向的，就是不但是中国人，其实很多的世人呢都很想呢，透过自己做一些事情呢，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去证明自己的功能，或者是证明自己有那么了不起。我们的很觉得如果我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自己很多的开心啦、满足啦啊，自己的那个喜乐啊，或者是很多的身份呢，都和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呢有很大的关联的哈。所以中国人呢里面是说在儒家里面呢，修身齐家，那个就是很重要的那个起步的，就是自己做好自己啊，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所以修身这个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就是凭自己要做一个好的人道德好的，或者那个形象 image 好的啊，所以中国人就很重视自己的成就，自己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和基督教里面所说的，我们要谦卑我们觉得很多事情呢都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我们要好像保罗所说的，他不想夸自己的但是当时也保罗那个时代呢，就是2000年前了也是和耶稣那个时代都不是差很远的哈，其实和现在的这个社会都差不多的，我们很喜欢夸耀自己的但是保罗所说他不想夸耀自己，他想夸只想夸耶稣基督，他只想夸耶稣的十字架，如果要他夸就是夸他的软弱
保罗要夸他的软弱，就是要特显他要夸耀十字架，夸耀耶稣基督啊。所以个人的一个谦卑很重要的。而在这个这段经文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除了我们个人呢不要夸耀自己了，其实保罗他本身自己有很多可以夸耀的地方的。因为在使徒行传呢，或者是其他的新约的书卷里面给我们一个了解，保罗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他为上帝做了很多的事情，他的背景也是很厉害的啊。他的拉比啊，他的老师呢，是当时候以色列人的法利赛人的那个领袖来的啊，是最高的领袖啊，叫啊那个是影响法利赛人最大的那个，他叫扎马连门萨的。保罗就是这个背景，他也是那个便雅悯的支派的人，他也是有罗马籍的那个公民啊，所以他很多事情可以夸，但是他不想夸，他是说他如果要夸，就是夸自己的软弱，夸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做基督徒可能都听得太多了，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夸耀自己，因为当我们夸耀自己，我们就是不想依靠上帝了，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哈。但是其实我们本质上是常常需要耶稣，常常需要上帝。另外我们要在这个机会，我想有一个分享呢，除了我们不想夸耀自己，其实我们的全体这个观念呢也是需要谦卑的。好像我们教会是一个群体，如果我们知道个人不要夸耀，个人要需要谦卑，其实全体这个观念呢也是要谦卑的。我们觉不觉得不要夸耀我们的教会哦，北雪教会呢很厉害 啊，我们在这个雪梨的华人教会呢都很多人啦、啊、或者是很厉害啦、啊、我们有很多的优点的等等等等。如果我们要和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夸耀的时候呢，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啊？他们啊、哦、你们这么喜欢夸耀的吗？你们哥基督徒的谦卑在哪里呢？我们要小心，要谦卑。如果我们觉得上帝很多恩典给北学教会呢，我们应该更好的去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去传扬他的福音，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啊。除了是北学有需要的人呢，好，可能是我们这个社区有需要的人啊，默默的去回应，好像保罗一样，要夸耀耶稣基督啊，而不是我们吸引其他人的眼光，去觉得我们是或者是我们的教会怎么了不起啊。除了教会这个群体，可能还有我们这个雪梨的华人，或者是我们的华人的民族，或者是我们的是国家等等的，澳大利亚或者是中国等等，我们也是要小心，不要觉得个人要谦卑，但是当我们说到我们的民族，说到我们的国家或者是说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没有节制的去夸耀或者是在那个在夸耀的，或者是别人在夸耀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这个那个津津的那个喜乐觉得因为我是这一份子，所以呢这个群体好的时候呢，我就也是水涨船高一样的哈。我们要小心个人要谦卑，群体也是要谦卑。其实第二个的故事里面呢，我会用小的时间小一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另外就是其实16到22节里面呢所说的那个真理呢比较值得我们去欣赏啊。第二段的时候就是耶稣提到天国的恩典与赏赐。耶稣对门徒说完了这个和年轻人的那个故事以后呢，他就马上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呢，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再告再次告诉你们呢，骆驼
穿过金眼被比财主进行的过还容易呢。当耶稣这样说了以后呢，门徒就觉得哇，这个要求很难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呢，财主进行的国究竟有多难呢？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呢，两个很出名的圣经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和约伯。约伯和亚伯拉罕他们都是财主，但是我们是知道这两个圣经人物就是差不多其中两个很重要的和上帝的关系很好的两个。虽然他们可能特别是约伯了，他的很多的困难经历了哈，但是他和亚伯拉罕和他约伯和上帝的关系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哈。他们是财主，所以财主进天国或者是和神的关系呢，不是一个等号，就是他们很难。但是为什么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有多难呢？我们要看到，首先呢，以色列人他们附近的觉得最大的动物呢，就是骆驼，他们认为最小的一个孔呢，就是金孔金眼，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如果骆驼可以穿个金眼呢，就是把两个很夸张的、不可能的最大和最小的放在一起，就是没可能的这个意思。所以财主进神的国是没可能，为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我们要了解呢，就是当时候呢，犹太人普遍认为财富多代表神赐福也多，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很多财富呢，是代表呢上帝恩待他们。如果一个很多财富，就是很多上帝的恩典的人呢，他们都进不到神的国，他们也是得不到上帝的恩典，那他们就在这逻辑上呢，他们就觉得那其他人是更难了。因为财主呢，他们和上帝的关系更好嘛，因为如果上帝不赐他财富，赐他们很多恩典，他们也不可以有那么多财富。其实他们也这个财富的观念呢，是和今天的我们的了解是不同的哈。但是当时候呢，以色列人有这个观点的哈，所以有说到用那个普通人都觉得财主是有福的人。好像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中国人以前觉得呢，肥胖呢是有福的啊，或者是肥胖呢就是很有钱的。因为如果没有钱的人呢，穷人呢，他们吃东西都吃不饱，怎么样可以有很多很重很肥呢？所以很肥代表呢是财富，也是代表有福的啊。这个就是以前中国人的观点，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是没有人相信了哈，因为肥的人他的健康呢不好啊，他的外表也不是太美观的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解这个背景了。所以门徒听了这个话的说呢，这样说谁能得救呢？就是说，如果有很多上帝恩典的财主，他们都不可以进到天国，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他们有这个担心的。但是26节耶稣看着他们说，这人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其实在这里面呢，耶稣让门徒了解，特别是马太记载了一个年轻的财主，这个官问耶稣关于永生的事情以后呢，耶稣答道其实人凭自己是得不到得救的，不可以进到神的国的，但是上帝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呢耶稣在26节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加上呢，门徒有这个观念，因为门徒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财富观念，
所以他有这他们这个担心的哈。耶稣透过这个回答解释给他们听。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呢彼得去问他呢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可会得到什么呢？这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得了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呢，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耶稣也是鼓励也是安慰他的门徒，也是安慰我们。这彼得很好的代表我们问了耶稣一句话，可是如果我们为上帝所撇下一些事情，所撇下一些我们所拥有的，将来上帝怎么样看我们呢？所以耶稣这个回答他用了在29节，将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其实如果我们怎么样表达去跟随耶稣呢？就是撇下一切去跟随耶稣，将来会承受永生的。不是在这个耶稣的这个回答呢，百倍呢数据不是按字面去解释，其实一个意思就是很巨大很巨大的这个回报。上帝的恩典是很多的，上帝是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的，他是创造主，所以他也是一个愿意赐恩典的上帝。所以对于他所喜爱的人，对于一些为他牺牲的放弃一些事情的人呢，好像29节是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来很多的回报。一方面就是有永生啦，另外就是很多其他的上帝的奖励。数据不是只按字面去解，因为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宣教士他把父母放在一个城市，他去了海外去宣教，将来他不会得到100，如果他把父母呢，他不会上帝奖励他有100个父母吗？100个父亲100个母亲是不可能的哈，只是一个很巨大的回报，上帝的赏赐是很巨大的，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就是有永生了，所以门徒他们说没可能的。我们看到之前的在25节上，这样谁能得救呢？但是耶稣就说，如果你跟随耶稣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那将来呢你会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很好的去给他们一个鼓励啊。所以在这个两段的故事里面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了。如果在书里面呢，或者是之后看到讲到的朋友呢，有还没信耶稣的，是一个机会去认识耶稣基督透过耶稣的永生，你信耶稣就得到上帝给你的永生。当然了，要不是你和上帝的关系什么都不了解只是我只想永生就什么都不理了，不是的哈，还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不是凭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好像在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所以上帝的给我们的恩典救恩永生呢是白白的我们凭着信就可以了另外就是
在这个如果我们基督徒的我们曾已经或者是有这个心为上帝撇下一切的去跟随耶稣基督，其实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投资，我们是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方人生的方向、因为将来得到的会更多更多的。其实我们也不是好像其他的做生意的一个要怎么样回报，而是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和提醒的、是也是我们一个鼓励、好，我们一个祷结束一个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哎，我们天父，我们继续去感谢你，因为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去明白有很多人呢，他们仍然是觉得自己很觉得很好的自己做得很好，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想自己定什么是道德的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其实唯有你可以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也是我们充满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永生我们的救恩是你给我们的求你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呢，我们充满感恩，也是提醒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黄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不能依靠自己，那是要谦卑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转回》。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让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将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怀抱。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弟兄姐妹，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进行实体奉献，鼓励弟兄姐妹使用电子转账进行奉献。以下是教会的银行户口，请大家可以用电子转账。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日用的饮食，感谢你赐给我们所有能力，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为你做工。主啊，我们把做工所得的献上一部分是理所当然的，求你自己拨开使用，用在你的圣工上，用在你福音的事工上，让更多的人能够听闻福音，能够有机会来认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能够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我们感谢你，求你自己使用这个奉献，让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是家事报告时间。好，现在是我们的欢迎和报告。那今天呢，在我们当中有一位新朋友，他叫 Henry， 他是上个周五团契来到我们当中。那他来自于中国云南。等一下我们崇拜结束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跟他打一打招呼。Henry， 我们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崇拜当中。那另外呢，上周我们知道有三位新朋友 Andy、May 还有 Raymond， 那很开心看到他们今天继续在我们当中，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们。那看到今天的家事报告呢，9月12号是我们的特别会员大会，下午两点钟。那么请会员你预留时间要来参加这个大会，因为当中呢我们有两项很重要的议程哈，一个是关于聘请儿童事工的传道人，还有就是要选出两名会友代表来加入2022年执事提名委员会。那请你预留时间，9月12号下午两点钟。所有的会友呢应该都已经收到教会发出的邮件哈，当中有就是所需要的各种的文件。那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的话，那请你跟 Peter 或者是跟我们的 Ronald 弟兄来联系。那现在我们知道疫情的状况还是不容乐观，所以我们在网上的崇拜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是很开心我们有网络这个平台哈，可以让我们继续的有一起的崇拜。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我们接触到很多的慕道友哈，身边的朋友未信者。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善用这些电子平台来关心你周围的这些福音朋友去问候他们也来跟他们找机会哈来介绍我们的信仰。那9月4号呢就是这个周六哈，我们其实教会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呢是有一个祷告会。
那鼓励弟兄姊妹们参加。虽然这个祷告会呢是用粤语来进行，但是我们当中其实有蛮多弟兄姊妹是可以听懂粤语的。那即使你听不懂像我一样哈，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可以用国语进行的。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会，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事工，为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通过祷告来仰望依靠神。好，那提醒大家，下个主日呢，9月5号是圣餐主日，请弟兄姊妹们预备心灵，一起来纪念主恩。请大家在崇拜之前预备好面包和葡萄汁如果没有葡萄汁，那你用少量的红酒代替也可以。好，那其他的事项呢，就请大家自己来看我们的 bulletin。下面我们请黄牧师来为我们做差遣和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有接受差遣祷告。爱我们上帝，我们继续去感谢你，今天我们有这个恩典机会去崇拜敬拜你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道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去实现出来也可以有回应，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大家默祷。默祷之后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你的声音，我们来彼此问安。